第一件事当然就是登高望远啦。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，嘿嘿，我一下就爬上来了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来嘛，新年快乐！我要抱抱，我要贴贴。等我一下嘛。哇，谢谢来嘛。好像奶妈要发红包了。哪里哦？我啷个没听到呢？你让我一下。快点快点，一会儿红包就没了。我还是不想下去嘞。听到了听到了，真有红包。快点快点。来了来了。新年就你红包抢的多。快分两个给我，让我沾沾喜气。我才不给，只怪你自己抢不到，哈哈！赶紧溜了溜了，吃好吃的去喽。嘿嘿，今年我抢了很多红包，把你的孙孙分一半给我，一会儿我分你两个红包，咋个样？真的吗？你不许骗我哦，拿去吧。我在找奶妈拿点笋笋。